掌声呢？我。阿公的路要小心，要多做运动才不会身体健康。还有后面呢？我们画了什么？还有我们的房子。是。阿公，房子外面还会动画给你们看。用圣诞节之前，李红道基金会。举办小猪回娘家，好、帮助老人家这个爱心活动。那这已经是第四年的活动，那也感谢我们的家长非常非常的踊跃。今年度啊、超过150只的小猪可以尽我们绵薄之力啊，让我们的红道基金会能更有资金来资助我们这些无知的老人，让新的在过年的期间能够有一些温暖。还感谢咱哈盛田幼儿园啊，以及大同幼儿园哈，咱黄董事长这么有爱心，四年来哈，总共我们捐赠了200多只嘛哈，200多只的那个宝贝哈，小猪猪来帮助这些啊需要帮助的老人，让我们在过年前哈有一个温馨的啊一个爱的循环。那我长期哈在我们红道助老园这一块，我们主要目标是服务奉献，助老扶幼，传爱循环，让这个爱能继续传下去，让我们社会更温暖，更需要帮助独居这些以及幼儿的这朋友。靠近才会更温暖哦。摇一摇，好，爱心，赶快。